中文广播剧旧楼第二期。哎，李少成，我们真的要去吗？时间算得真准。要跟记得收好，下车的时候脚回哦。哎，你的票。哦。怎样？你反悔了？没有啊，就是很突然啊。好歹你也让我做一下心理准备嘛！而且你为什么昨天就已经买好票了？我都还没答应要跟你一起回去。算了，我来吃我的早餐。哎，奇怪，我的早餐嘞？你放在餐桌上。你干嘛不早点讲啊？我还有带午餐，要不要吃？哦，好吧，谢谢啊。吃饭团呢？你想喝什么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个饭团为什么吃起来甜甜的？在去你舅家之前，瑞琳给我的。哦，是哦，瑞琳对你真好哎。我的天哪、啊！刚刚那一口甜甜的饭团，为什么还有巧克力的味道？里面还夹肉松跟番茄。忍住，吃完这个就好了。瑞琳，做了这个饭团，味道还真特别，蛮好吃的。你还要吗？真的假的？不用了，我吃这样就好了。那我收起来喽。嗯。啊，对了，你说你来我舅家之前遇到瑞琳，然后他把这些饭团拿给你。那他知道我们要回去吗？我没有跟他说。也是，那天早上弄成那样，你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回去。而且客运的票就算先买了，只要在发车前都还可以退。哎，平常瑞琳就会做这些东西给你吃哦。嗯，偶尔。哈哈，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他都做一些小东西。所以没带回去分你，好闪哦！哎，瑞琳他都这样表示了，你都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吗？啊？什么表示？做点心给你吃啊！哎，你以为人家女生闲着没事就会下厨做点心给别人吃吗？现在的女生都没有嫁给一个会做菜的老公。哎，长那么大还没有女生做东西给我吃过嘞。你想吃可以跟我说。哈，李少成，你对我原来是这种想法哦。这次回老家也是你的计划。司机，我要下车。我是说，我有很多别人给的东西，可以分你一点。我才不要嘞。哎，不过说真的，这一次回去，我真的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愉快的心情？怎么可能愉快的起来？客运的逃生安全影片说的，李少成，我很认真的在跟你分享我的想法。哎，你有没有在听啊？你看，有哈比人。什么哈比人？哎，我之前一直很想看这部电影呢，没想到客运上可以看，耶！我记得刚刚有人说愉快不起来的，吵死了，我要看电影了啦。希望这次回去。一切都能顺利。李少成，你刚刚有讲话吗？我要睡了，晚安。快睡快睡，别烦我。
爱站中义南村，下一站中义南村。快到了。哎，李少成起来了。李少成，你一路都在睡，你到底睡够了没啊？起来啦。这里是哪里？还没醒啊？那我们回去吧。我醒了，走吧。终点，中义南村。啊，各位旅客，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呢。如果你们哦坐车坐到有点肚子饿的话，啊，欢迎来到大树下的臭豆腐啦。迄间哦是阮家开的啦，阮翁哦做的臭豆腐真正足好食的。啊，你敢问为什么我来开车啊？阮老公伫咧做臭豆腐哦。票根，来来下车，来啊，多下啊，记得去吃臭豆腐哦，啊，呵，小帅哥要去吃臭豆腐哦，大姐谢谢哦，谢谢，啊，来谢谢，下车小心哦哈，哎，拜拜，臭豆腐好。终于到了。你会饿吗？刚在车上还蛮饿的，但一下车看到这景象，回忆就多得我吃不下了。哦，那我们直接去旧楼吧。哈，怎么好像又饿起来了？你看这天色，也快到了吃晚餐的时间，对吧？我们还是越早开始越好。往这边。是国小哎，你还记得那个荡秋千吗？什么？就是游戏区那里的荡秋千啊，你知道吗？如果荡到最高的话，就会感觉到后面有人在推你。哦，哦什么哦？这件事情是真的啦，我以前就被推过啊。怎么没把你推下来？哦，有啊，我有被推过几次。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推了之后，还装没事。就继续荡啊，结果后面的力量就越来越大，我要停都停不下来，最后我只好放手摔出去，那次哭得可真惨耶。后来啊，那一天放学老师就叫姐姐来带我回家了。现在听起来很笨，听起来很可怕才对吧？我回家之后还做噩梦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靠近那个荡秋千了。那你姐现在？别提了，他离家出走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蜀立医院还在哦，我们以前不是都说这里很破旧，台风来的时候一定会被吹倒吗？还说什么会有陨石掉下来砸到医院，我们就不用打预防针了。当初阿勇也是被送到这里。齐三，你不要想太多。怎么可能不去想啊？这里充满了。你是来找出真相的，齐三。都过了十年，还要找什么真？
哎呦，这里好黑哦，什么都看不到。用手机程式开手电筒的话，不知道可以撑多久哎。电量只剩10%了啦，要快一点！天哪，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开手电筒，根本恐怖游戏呀！呦，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有没有楼梯？有没有门？有没有出口啊？诶，这里怎么只有一堆像木一样的容器呀？好眼熟哦，这好像在哪里看过哎。看不到里面是什么啊？我想起来了，这跟小时候奶奶腌萝卜的瓮一模一样啊。这里应该是储藏食物的地下室哦。下车的时候说什么回忆多的我吃不下，哦，我是白痴吗？搬一瓮走，应该没关系吧？哎，是门，门后应该就是楼梯了吧？这么大一个箱子挡在这里是怎样？挡住门不就进不来了？这个箱子好多灰尘哦，看我帮你推走。哎，萝卜，你是在旁边等我啊？想象中还重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箱子雕刻还蛮精致的，浓浓的中国风，还有一只气势超强的龙，这应该是重要的箱子哦。跟这些腌萝卜放在一起，还真是有够格格不入。哎呦，哎呦，箱子上面是书什么的？怎么都灰尘啊！脏死了！日记耶，今日至祠堂祭祀祖先。好像没什么。哇，这本书也太旧了吧！古文观止。哇哇哇！在书里挖洞藏玉佩！天哪，我该不会是乱翻到别人家的宝库了吧？可是小时候这里又没有人来，会是谁的？该不该拿呢？啊！手机要没电了啦，还是先上去跟李少成会合好了。这本日记，那玉佩就。耶、yeah, ，是往上的楼梯，上面应该就是活板门了吧？哎咻，哎咻，呼，终于回到一楼了。以前都没发现地板这里还藏了门，真是太扯了。先把它盖回去。等等吓吓李少成。没，不过李少成呢？不是说要从一楼绕进来找我吗？跑去哪里摸鱼了？打给他好了。李少成在哪？李少成，李少。喂，李少成，去把楼下那个给我抓来，快跑！喂，喂，李少成，安静啊！这边下场是不是啊？可恶！兄弟要去哪？被包围了，没去哪。追！你说你要去哪里哈？放开我！放开！赶紧别争笑，干你啊！出走！
就已经找过好几次了，不知道组长还在纠结什么。我跟你讲啦，多来几次，他们最后就会死心啦。哎，包包里有什么啦？刚才有空保鲜盒、湿纸巾、啊干洗手、卫生纸，啊够有水啦。好啦好啦，啊另一个咧？另外一个刚才有雨伞、水、啊皮包啊。哼，尽是一堆垃圾。好晕啊！我现在是在哪里？哎，我怎么会？啊！有一群人包围我，然后把我打昏了。啊！李孝成他……我唔讲吼，话说回来啦。怎么每次来这边都一堆遇到一堆奇怪又烦人的蟑螂啦、啊？啊！我看我一定跟这个地方有犯冲啦、啊！你根本是天生带衰吧？哎，小杂包，你在讲啥？哼！我听说你九年前也有出任务到这里，结果还惹麻烦了，不是吗？九年前，就是我离开的那一年。那个时候，好巧不巧，拄到一个臭小鬼啦。本来想说。井水不犯河水、啊、不要理他就没事啦。啊，结果找到一半，那个小鬼就冲过来说什么？说什么？不要碰他们的宝物。是阿勇吗？我们的宝物放在四楼。我那个时候还是菜鸟啦，哪管得了那么多啊？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要是被发现在找什么东西哦，一定会引起村民的戒心呐、啊。哼。好险，我够机灵啊！听到那个外面，够一个臭小囝吼，唔知咧叫啥，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不要把那个犯人的小蟑螂给掐死啦！不要啊！然后假装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哈哈哈哈哈哈！谁叫他们不好好待在自己家里啊，跑来这里，这群死路啊！阿勇，阿勇！是吗？讲得好像你很冷静一样。我记得这件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的啊，上头还因为你们节外生枝而下了降级的惩罚呢，不是吗？靠背哦！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还在当我这后辈的副手啊！臭女人，你讲话给我小心一点啦、啊！不要以为你位阶比我高，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样哈、啊！哎呦，我好怕哦！你要像掐死那个小孩一样掐死我吗？嗯，再断你的眼睛就要掉出来了啦！有时间对我生气，还不如快点把这两个碍眼的家伙处理掉！哼，他妈的！哎、欸，先把左边那个弄醒啊！呵，哎、欸，我们睡太爽了，林北是和你来做笑呀？嘿哦，李孝成，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到底在找什么？该不会是跟李孝成一样是在找令牌？可恶！呀，小帅哥，醒了！啊，他们比较粗鲁一点，你不要介意啊。靠北哦！现在是在等什么啦？信不信我把你眼睛挖出来啊？哎，你看。我们也把你的兄弟给带来了耶！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唉，没做什么啦，只是要问你们几个问题而已。嗯，你们来这里做什么的？啊？我们是跟亲戚一起回来，然后乱走迷路的。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我说的是实话。唉，啊，如果你说你是跟旁边那位小兄弟来这破楼幽会的，我还比较开心一点。喂，把旁边那个也弄醒。换我来。是。呀，醒来的正是时候。你该不会早就醒了，一直在偷听吧？你们是谁？放开我！一醒来就在乱飞，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好吧，我们来速战速决。你们两个来这里做什么？我们。你闭嘴。你说，刚李孝成说什么来着？啊，对了，我们是迷路踩到这里的。
勾结的真相耶。好，算了，都不讲的话，那就到阎罗王面前好好泡茶聊个够了。李少成、张其三，一路好走。哎呦，怎么这个时候来打断我的情绪啊？喂，啊，族长，哦，好，好 ，OK， 我知道了，好。切，命还蛮大的嘛，你们两个。哎，放开他们！我劝你们啊，还是乖乖回去当你们的白目大学生就好。大人的世界啊，很可怕的哦。今天就到这里，收队。为什么不把我们杀掉？为什么要放过我们？大概是想利用我们吧。我们的身份好像都已经被他们掌握住了。为什么不像杀死阿勇一样杀死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找阿勇道歉？其三，我都听到了。刚刚那个男的说他9年前来到这里，一时惊慌就掐死了一个小孩，还把他丢下楼。是阿勇，那是阿勇。看来你找到你的答案了吧？这个闹剧可不可以结束了？没找到令牌，我是不会罢休的。李少成，你疯了吗？你刚刚被枪指着头，难道你都没有感觉吗？就是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所以我才不能把令牌交给他们。我不管了，我要回去了。对了，这个。那是什么？日记吧。我刚刚在楼下找到的，你要的话就拿去吧。怎么会？不是说要回去了吗？你又不走，我能去哪？哦，李少成，不要再找了好不好？会出人命的。七三，你说你这本日记是在哪里找到的？李少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你掉下去的那个地下室是吧？其三，你找到好东西了。什么啊？这本是我爷爷的日记。你爷爷？里面把所有事情通通写上了。地下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刻着龙纹图案的箱子和几本很厚的书？有。那你现在马上就带我下去，里面有关于令牌的线索。我不要。你说什么？我说我不要。李少成，你是中什么邪啊？刚刚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也亲身经历了，跟你一样在找令牌的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呢。上次我不是跟你讲过了，那个东西不见就不见了，这样永远都找不到，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了。更何况你找到了能做什么？你只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已，不是吗？传家之宝，传家之宝对你来说可以连命都不要了吗？其三，我……总之，我是不会再帮你了。我回来这一趟也只是碰个运气，看能不能知道当年那件事的真相。看来我运气可真好。你就继续找你的传家宝吧，我可不想连命都赔上。其三，除非你打消找令牌的念头，不然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令牌是张家的，其三。